日前凭借低俗喜剧一举摘得金像奖最佳女配的陈静突然单方面宣布退出娱乐圈。除了电影重口味宣传受到陈静此演影响，连她主演的电影《喜爱夜蒲三》演员角色亦需要大洗牌。截至20日，陈静仍然杳无音讯。《喜爱夜蒲三》主演20日在泳池边再度举办开镜仪式，一众美女各出奇招，狂秀性感事业线抢镜，取代陈静成功上位的港姐许艺妮一穿深 V T 豪秀半球。是因为整个 story 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不认为是我取代哪一个这样子，没有。那你在戏里面会有性感演出吗？都会有，但是不会太性感吧。早前有消息指陈静是因为公司主推新人受到排挤，心存不满才出走。和陈静同公司的肖美卡和郭颖儿表示并不知情。也是都是误会吧，我相信大家是不会这样的。那你自己有觉得他也对你比较？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只是见过2次面，都没有什么，所以我也不清楚他是可能因为有一点事情吧。陈静的退出不仅给众多艺人带来更多上位的机会，也给两部电影《重口味》和《喜爱夜蒲三》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至于是不是炒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东兴娱乐整理报道。